就认这里吧，让我们放，可没说让我们好好放。 你干什么？不会又被这样的神合体给迷住了吧？我看过资料，神合文明曾经在各个已知世界进行过形体战争，最后击败了三角体和我们兽体，于是他们神合体就成了已知宇宙的主宰。呸！感谢我神卡尔给予我们兽体自由栖息的冥合信息。 他们在形体进化过程中，竟然选择美丽代替了强壮，智慧代替了力量，追求美好的思想反而屡次赢得战争，打败了我们的祖先。要这么说的话，这个女神雷娜确实很美，完美，完美的身体，就是差了翅膀。吸死即可。 你看，软软的身体却能做出这么大的事情，而我们拥有了力量，在战场上还是要靠厚重的战甲保护。再来了，再来的话，麻烦就大了。快走。 Man, that's a Robert House elevator. What if they fight back? I haven't seen so many massacres this past half year. Millions of humans, aliens, and monsters were killed. Fucking lucky to be alive. That's why we have to believe in our God. What the fuck? Get out! Get out! Hey, you! Move! Quick, quick! Asshole! Your army can't protect you!
anymore! Move! Fuck you. Get down, bitch! 地球人 Stupid girl 地球有好人也有坏人有你们华夏人和外国人我们是骷髅党骷髅党是好人坏人哈哈哈哈杀白天我们是坏人不折不扣的坏人 Sweetie,我明白了。你们虽然为人，却早已沦陷为魔。 What? Fuck you, bitch! Move! Go! What the fuck you doing? Take your way. Come on. Move. Come on! Guys, handsome, but they dead. Come on, Billy, stop the car.
Monica! Go! Come on! Come on, bitch! Horse! Damn it! 一旦战争爆发，女人总是最大的受害者，尤其是好女人。 This is a reality. <笑>我一直等自己说，这是别人的星球，我是来保护的。如果这个星球的人类不变成恶魔，我就一定不杀了。不是因为我善良，只不过是给某些人一点面子。我是太阳之光雷娜，烈阳星的女神。你们用脏手触碰了我的身体，我将其焚毁，以示正法。你们杀了其他善良的人类，这个我不管，也管不了。你们太脆弱，其实之前那会儿我也一样，但现在我让你们活着，来见证。我不敢杀死你们，因为莫甘娜。 或者卡尔之类的令我害怕，害怕你们死后不仅没有湮灭，反而获得更好的新生。既然这样，那就等着见证一场灾难性的报复。就算是莫甘娜，也从未敢破坏、伤害我的身体，而饕餮。 至少我能先让他们毁灭。